First Blood.各位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，今天大家是罗尔。刚才我继续看到片头呢，应该有发现我们打了好一串的3000、4600、4800的真实伤害，这一串打下来呢，至少是两三万起跳。看来呢，如果Rain真上的高爆发上线呢，罗尔应该还是天花板，很明显的比马罗斯更高。不过呢，马罗斯好处在于他的条件比较没那么严苛，比较容易实现。但是不可否认的，罗尔才是天花板，对吧？如果你认同的话呢，喜欢影片点个赞，还没订阅的考虑订阅。虽然最近订阅功能呢好像比较没那么有用了，大家好像不会再收到影片通知了，对吧？不过没关系的，我们今天还是带来我们很喜欢玩的罗尔。老观众呢可能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看过，在差不多两三年前呢我们就玩罗尔，而且还是在高端场玩，对上职业选手等等的也是。有一阵子的罗尔变得不太能出来，主要是节奏太慢，比较笨重，装备经过了消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喜爱罗尔的玩家，这版本罗尔呢又可以出现了，甚至在高端级呢可以很常看到他。目前罗尔的强度呢是中等偏上，有点像法师版的弗洛伦，单挑很强，可以一打多，不过呢也是怕集火。他害怕的点呢跟弗洛伦害怕的点是很相似的，比如怕阿莱，怕艾瑞，还有怕集火被射手揍。那我们来看罗尔怎么玩吧，这版本。那从备战开始，出装御魔纹。核心魔纹的话呢，我们依然是带恶魔觉醒了，毕竟呢它效果很好用。前期呢只要买出 CD 血就可以马上开花，搭配我们恶魔觉醒。奥义部分呢还是要带荒芜精灵纯洁，带个 10% 的时间。精灵部分呢可以改成 BU 了，看你喜不喜欢攻速还有跑速。那来到出装的部分，出装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跟着出照抄，那就对了。若是呢敌方有很多回血招呢，比如有海伦有飞雷，我们也会出聚魂露。聚魂露呢可以出在第二件或者第三件，而选择牺牲哪件装备的话呢，通常我会换掉巫妖王冠改成聚魂露。如果敌方回血没有特别多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的装备就会长这样。到后期的时候呢，装备会有所更动了，比如呢很多钱的手鞋只会卖掉，敌方的物理攻击普攻多的话呢就改成物防射，如果敌方魔攻多呢控制多就改成魔防射。毕竟呢我们只要买出了差不多买到鞋子领域呢，冷却时间就会满了，就不再需要出冷却鞋子。其实有很多装备是适合罗尔的，比如呢恶魔微笑很好用啊，相当好用。以前旧版呢另外一个出法就是恶魔微笑跟仙灵，这样子呢可以打坦克很痛，有输出。再来呢，仙灵可以让我们不怕敌方的法师，单挑怎么打怎么赢。那么结束了备战部分呢，再我们看看玩法的部分。关于技能呢，这一场我们是先点，我们是综合的点哦，一技人二技平均的点。这是我们比较前期玩的罗尔，最近呢玩了很多场罗尔之后，我们把罗尔的玩法呢稍微的有点调整了，也是参考一些有时候遇到的敌对罗尔大神的玩法。最近几天呢我们遇到好多位的全服最强罗尔，之后呢我们也有跟着参考对方的玩法呢来做调整。比如呢我们主点二技能，再来呢玩法玩得更加凶狠，会打得更凶。打凶的罗尔呢其实是非常强的，会给敌方很大的压迫感。不过呢打凶的罗尔是一个双面刃了，有可能呢会打好，不过也有可能会打坏。打坏呢比如我们往前冲的时候，刚好呢队友少人或者呢队友技能不准的话呢，就很容易追击。毕竟呢有时候打一些很极限的操作，我并不是说这样杀你啊，假设呢这个极限操作需要我们队友能够运到敌方。举例来说呢，如果我们有个三尼蹲在草里，我们去勾引敌方，要把敌方走到靠近草，让我们三尼运他，因而进行击杀。可是呢我们已经勾引到敌方靠近草了，那队友呢竟然没运到，结果呢就是自己爆炸了。如果这英雄的玩法呢会比较凶一点了，
毕竟我们的二技能呢是要往前冲才有的降低冷却时间，如果二技能用来逃命的话呢是无法降低冷却的。这也导致呢罗尔在顺风局或者平局的时候呢可以很强，不过如果是逆风局，尤其是呢经济差距过大的时候，很容易爆炸。出现逆风差距、经济差距太大的情况呢，有时候就算我们滑得再好，也有可能会打输了。举例来说呢，四千的罗尔打个四千、五千、六千的青烟也是可以轻松单挑的。可是如果四千的罗尔打一个八千的青烟、八千的甲虫、八千的主卡，那就会很难打。所以呢，玩好罗的第一个关键，两个关键。第一个关键呢是自身的操作要 OK， 要及格，如果能够优秀的话那是最好。第二个关键呢就是竞技等级不要落后太多，想办法撑住，只要撑住呢就很有戏了。这场敌方打比较保守哦，慢慢的呢把敌方的高低磨掉，上路高低呢也磨掉一定的血量。那我们快来七个蓝，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大招了，重伤再打起来。人群中呢，这边我们选择直接滑敌方的法师，法师挺会玩的，是敌方整队呢输出第一、第二高的英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把法师跟射手处理掉。不过这边呢，我们目前只处理了法师哦，那没关系，比数14-11，还挺平局的，胜负呢还不知晓。15分钟魔神凯撒已经出来，我们来准备凯撒战，这边再次被我们滑到这个。OK， 一个把我们弹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刚我们没有清醒啊。但是呢，这大象就跑不掉了，把大象带走。这大招还有5秒冷却时间，这内容可以掩护掉吃个魔神凯撒。那我们就来帮队友吃一次。我们大概也是蓝多，他有制裁情况呢，应该没问题，要小心一个开大招才是。有蓝 buff。当然后期呢罗尔还是有需要蓝的，不是冷却时间了，单纯是因为魔力的关系。接着我们去中路，把中路兵线压进去，稍微的等一等下路的超级兵还有魔神凯撒、凯撒先锋，稍微等一等了，让兵线同一时间进去，这样子地方就会手忙脚乱。上路龙马呢也很识相哦，做得不错，有时候呢到很高的战场时，队友也不会清兵的，不会带线，只把呢龙脉有做到带线的部分，那就 OK。敌方青烟选择去守呢，那他们就少一个人打架。大招等一等，大招冷却，先让队友逼掉这个高地塔。魔神凯撒依然是满血的，我们大招快要转好了。这边呢重头戏来了，往人群中呢丢一技能，同时间呢有小兵出来。结果小兵跟英雄叠在一起呢，触发了真伤的大爆炸，敌方瞬间一堆人全部死光，小兵英雄全倒下。这边呢可以学到一件事情，如果呢罗尔在你对面的话，尽量不要站在一起哦，站在一起叠被动呢就会像这样大爆炸。如果呢你自己是罗尔，或者你有放有罗尔的话呢，就要想办法把敌方聚在一起，尽量跟敌方连一起，来个范围轰炸。看来跟凯瑞真的也是挺配的。结果是上，感谢你收看，喜欢影片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了，感谢你支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